力，我们来掌声欢迎他们一下。心中最深最柔软的那一块，最深最柔软的那一块是哪一块呢？两位即将开创人生另外一个旅途，但是转头看看我们的爸爸妈妈，我相信心中一定有很多很多的感谢的话，很难道尽。但是呢，今天特别保留这个时间，希望可以把时间专属于送给爸爸妈妈。我们先把麦克风交给美琪。爸爸妈妈，从小到大我一直是个不太受控的女儿。老师，感谢爸爸妈妈一路上的包容及尊重，给我独立自由的发展空间，让我学会对自己的决定负责，学会在挫折中成长。你们以身教代替言教，教导我做人处事的道理，培育我正面乐观坚毅的人生态度。能够当你的女儿，是我此生遇到的第一个幸福。转眼间我长大了，遇见了我人生第二个幸福，也迈入人生下一个阶段，家里多了一位新成员，我们将承袭这份爱，好好孝顺你们。希望你们身体健康，持续豁达的看待人生，享受人生。那接下来我把时间交给杰豪。从小我就是给家里添了不少麻烦，霸凌同学，弄丢餐桶，打破玻璃，都只是家常便饭。我的哥哥跟姐姐就是那种优良好学生的代表，我感觉就是来破坏一下他们的平衡的出现这样子。谢谢爸爸妈妈帮我摆平这么多的麻烦，也摆了不少头发。以后就换另外一个人来照顾我，你不用担心，谢谢你。再来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位角色，从小我就是给阿妈带大，那阿妈对我总是有一份特殊的情谊在。小时候在爸妈下班前，都是阿妈在细心的照料我们，给我们吃点心，给我们写功课。虽然我小时候很不耐烦，也常常凶他，但是我马上就会很后悔，为什么自己要这么叛逆？这样，我就是阿妈眼中最嫉妒、最又爱又气的那个孙子。很可惜，他因为他身体不好，膝盖又开刀，今天没办法来到现场。但是我相信阿妈是相信我，她交代的事情我们都可以做到，她才放心的你要来。你交代的一句每一个叮咛我都有收到，我跟美琪会好好的走完这辈子。我能够当你的孙子，真的是我的一生的幸福，谢谢。实际行动来献上玫瑰花束，来送给我们双方的家长。首先，我们先把时间交给美琪，把美丽的花束送给我们爸爸妈妈。来邀请我们远方的爸爸妈妈，我们可以稍微站起来，站到我们新人的身边，收下美丽的花束。好，一起合照一张好不好？再靠近一点。Oh, yeah.
就会好像都就算了。